药上菩萨，今天的药上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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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药上菩萨。从来没有过，师父说今天药上菩萨的降临给大家摸头是第一次。上菩萨，加这么多一点，医生要介绍我去那个开刀的医生，特别医生，因为有个是肿瘤在里面，这也是肿瘤。你有去那个你的 family doctor 那里？他今天传来给我看，要跟我讲。他柜里面怎么样？他说有一个什么骨针，要切。懂了，这很麻烦的。谢谢。还加持你的自拍。对，加持网络上的同门，谢谢师尊。药上菩萨。希望 Jennifer 健康。Jennifer 是我们西雅图的大好人，希望他一切能够健康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刚好今天是药上菩萨来给我们大家摩顶。
好，我们非常特别，今天是第一次由药膳菩萨来为大家摸底。那刚刚镜头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，可以等一下再 repeat 一下那个感觉，是不是很特别？给所有今天看网络直播的同们有照直播的这样子加持，所以呢，大家通通都得到药膳菩萨的加持，见者有份。我们稍待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